成大事之人，处理要狠，必须还要能忍。你们不是一直想跟着我做大事吗？那好，今天就给你们这个机会。看，机会给你，还是你们自己不中用，是吧？这个不错，够狠，有我当年的风采。一会儿跟我去交易。大哥，这货反射弧好像有点长，算了吧。没事，慢慢的培养。不错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每日一笑的时刻。话说从前有个人姓郝，郝先生和他妻子非常恩爱。有一天家里着了大火，妻子痛哭，邻居问他谁死了，妻子说死得好啊，死得好啊。看吧，什么叫狠人，就是喜怒不形于色。平时都是和你父亲交易，怎么今天不见他老人家？上个月一立去世了。哎呦，报告，节哀。死了我就喜欢干这样。我说你能不能反应快点，咱赶紧交易吧。啊，好嘞，莫哥。大哥，钱没问题。没想到啊，这挂都挂了，还有人想着我们呢。就是啊，这都是谁啊？谁呀？这边你，就是他。咻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六点半。